提起吃肉我就上火，猪肉贵得了不得，一斤猪肉20多，百姓着急又上火。鸡蛋青菜和水果随着行情往上磕，一个猪羔子1000多，这可叫我怎么活？从此以后吃斋念佛，不吃猪肉就吃窝锅，农民的粮食卖不上价格，想吃猪肉也难了。啥都涨价咱不说，农民收成步步是坎坷，等猪肉掉价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挣他一大锅。哎，猪肉啥时候掉价别忘告诉我啊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